号，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一则月华妻子在机场躲雨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屋里小哥哥们跑起步来也是相当帅气可爱呢。这也是月华妻子继机场迷路、机场被点名、冲刺高铁站后解锁的机场躲雨式登机新技能。网友宝宝们表示，干脆改名叫月华迷糊团吧。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际上连把伞都没有。芒果狼新闻，月华妻子这个机场梗怕是过不去了吧？报道。